结婚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你觉得结婚好玩吗？没我想象的。Thank you.
了解我，对我好，那叫温柔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任性呢？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不体贴呢？就你们根本不相信对方是谁。结婚这个事儿不跟演戏一样吗？你不能跳戏啊。所以不跳戏是什么？就是承认我的老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我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德行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能接受了，所谓的磨合才开始。相信爱情吗？相信。相信爱情吗？行了，那你们就记住老师的话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啊。好。